我要给你洗多谢，多谢你救我，陈先生。啊，你要给我洗多谢啦，迄个嘛是我的囡仔，而且我人拄好就伫遐，我哪有可能无出手救你？囡仔甲你也无关系啊啦，唔管哪讲，嘛是要感谢你出手救伊。 是讲，那会这样拄好啊？啊，雅杰那会雄雄差一点仔出意外，啊，佫这样拄好，互你看到，这敢会想过较好？这确实毋是一个较好的，因为我出来以后，上少要先知影的都是雅杰，伊敢有过了好无？所以我才会偷偷一直对伫后壁，若毋是因为差一点仔发生意外。 我嘛唔敢出来交了雅姐。雅姐，以后你爱搁较注意家己的安全。医生讲你是高龄产妇，啊特别注意呢。我爱较注意。雅姐啊，啊你都互阮妈加去照顾你啊，做唔到代志的人是我，啊唔是阮妈，恁阿都需要来阮妈妈提防啦。雅姐无迄意思啦，同志，你莫想伤济。 高公无想要甲雅姐高高弟，啊，一掠着机会哦，就加安安。我只是关心一下，敢袂用啊？雅姐，我人关伫内底时阵，我是真真正正有咧反省。我知影你无可能原谅我，啊，毋过。 我是欠你一句实礼，真正实礼。你敢会记得甲夏姐回实礼？敢会记得，阁有一个人你嘛爱好好啊甲回实礼？你袂记得是毋？你讲你走去厝尾顶，恁爸有伫要救你，险啊着跋落，结果你。 竟然真正手放开，互伊跋落受重伤，险啊都无命，你若这不好啊！迄个时阵你讲，你无得顾着爸，这话你敢会记？讲要安怎？听落去起心落命。东区，你毋但爱甲雅姐回实礼，嘛爱好我甲恁爸回实礼。你莫看伊安尼。 规工工拢无要无紧嘞，其实你心肝内对即件代志，也是真爱叫真受足无啊！你到底有好好反省过啊无啦？爸，免甲我回事嘞，我无替你找律师，我无去甲你辩护的，就表示啊，我无当做你是我的后生，所以你无需要甲我回事嘞。 迄当阵，我确实是超工放手的。这个代志，我嘛不是要骗啊，因为迄个时阵我真正足惊去让人关的，所以我才会无管你，无顾你的死活，这是我的唔对。爸，是我对不起你。 你免原谅我，嘛免接受我这个不好处，因为连我家己，嘛无法度原谅我家己啊！你即马是安尼跪安怎，磕头安怎？莫我看着，莫我敬倒好啦。五六年前，我失去一切，是爸你把我栽培，才让我坐去你的立位这个位置。我知影你为着我付出偌济，也毋过我对你的回报。 煞是你伫咧上危险的时阵，把你的手放开。迄个时阵，你有偌尔艰苦，我真正毋敢想。爸，请你拍我、骂我，把所有怨恨拢发出来，好无？我拍你是有甚物路用啦？恁爸命真硬啦，袂晓简单死。啊，若你用？
你的未来，你的人生，你的前途啊，全拢乌有去啊！这就报应啊！我那这款报应嘛有够啊！爸，你别怕我，那呢，我就怕我自己。哎呦，好啊！呀，这代志等下出来再讲，别在外口安尼。歹势啦，因为阮家的代志，怕歹恁食饭的心情。我先带东君来等，恁看看吃吼，歹势。阿去困吗 ？Hello， 阿姨，你哪会来？嘿呀、啊！啊，我是你的好命婆呢，搁在阿里今日回门，煞毋免来验收一下哦、喔。来来来，这我一个心意。多谢阿姨。雷平姐，阿丹，麻烦你做好命婆就足歹势啊，哪会通互你遮破费？雷平姐啊，其实我今日来吼，主要是要来回信你啦。啊，迄天晴天结婚的时阵，扣阮超强哦，乱干呢。啊，这囡仔吼，伊就是爱耍啦，较无正直，拢无一寡有诶无诶。啊，不过吼，你放心，我已经甲教示过啊。啊，不过主要我嘛是爱来回一个啊，吼，这我应该做诶啦。啊，这查某哪会看起来这么面熟？啊，江超强是搁做些什么代志啊？啊，正经就是伊吼，甲杜君诶四条安尼耍来耍去啦，又爱背后安尼闭鬼闭怪。你才会把我害到这个地步的，晴天啊，伊是你的婚礼要出什么代志啊？嘿，啊，秀兰，你是安怎啦？雷平姐啊，哎呦，我唔知啊，恁倒有人客呢，嘿嘿，话一直讲啦，讲袂煞，无我另工再来好啊。唔是啦，伊唔是啥物人客，伊是我的大汉后生东俊，是晴天的大伯，哎，伊都起码暂时拄啊出来尔，所以恁无见过面啦。好，东俊，伊就是江超强的妈妈。啊，伊唔就是客群的女朋友兰兰。安尼就是，好，卖叫了，林刚，林刚哦，哎，别上了，好，哎，阿姨我来了，阿姨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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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秀兰今仔是安怎啊？那装阿伯的呀？恁一家伙拢嘛怪怪，无甲一个正常。啊，对啦。我差点忘记啊！这时间我应该去派出所报道一下。我先来，两秒回来哈。哦，安尼紧去啊！啊，拄我出来，唔通迟到，无对你的关系唔好。好在。江武林，小丹姐，我有一件代志要跟你请教。江武林，来，江武林，小丹姐啦。江武林，你行到这么近，是真正无听到我咧叫你，还是讲我应该叫你兰兰啊？其实我的名吼，嘛算蔡奇啊名。啊，你伫安尼兰兰兰兰叫，你也无讲你比如叫什么名，是玉兰还是兰花对无？你袂当讲我的名内底有一个兰，你就叫我是你呐。是哦，所以拢是我误会对吧？对啦，我唔是你讲的迄个人啦。你创啊？哪里我问你，这个疤痕是啥？啊，都我今年受伤的疤痕啊。是受什么伤？关你什么代志啊？你家原本有一个新鲜的请你啦。就算讲你后来甲用掉啊，也毋过这个疤痕，拄好会当证明讲我无记唔着。啊是讲，咱即马转来厝嘛，大家当面哦，甲代志讲互清楚。啊唔对啦，
应该是连讲都唔免讲，我直接带你来去验你甲亲天的 DNA 就行啊。行。哎呦，等下，等下啦！好啦好啦，我是你啦，我都是兰兰啦。那你先做一开始，你唔愿意承认你的身份呢？拢已经过这尔久啊！当初你甲晴天放散，会当讲你是为少年毋捌代志，也毋过即卖呢，你拢过了好好呀，是有啥物袂当讲的呀？对晴天来讲，我都是一个失职的妈妈，不管伊即卖变到偌好，拢毋是我的功劳。我有什么资格跟他相认？搁再讲，晴天这摆的生活过了足幸福，也足平静的。我无希望有任何的风波，让伊烦恼，甚至是怨气。而且，我嘛有我家己的生活，所以我希望会当个人过个人的，顺顺的就好啊。所以你真正无想要甲青天小林？对，因为我无想要交了伊，所以我希望你会当替我保守这个秘密。你就当作你唔捌识识我，安尼对青天，啊，佮对我来讲，拢是上好的决定。小兰。你是晴天的大伯，一定有伊失踪的，对不？拜托你啊，凋零！谁家？陈东俊啊，阿丽的车里的，走。你一个看啥？啊，无啦，拄只我甲人江夫人啦，伫个遮讲一挂话，啊，然后有一个查甫人来甲接走。啊，你爸咪是江中林啦？为什么方向？加油！其实我是环宇集团的小开，环宇集团的总裁江崇仁就是阮爸。是啊。你是环宇集团江崇仁的后生。哎，爸，你拄只讲的迄个江中林，是不是环宇集团的江总裁啊？看起来你迄看守所，毋是逐工用无大记错，有认真咧做功课呀。别人认为是大总裁啦，啊，不过伫咧我目睭内啊，伊就是较早阮庄仔内一个乞丐，后来去有感觉啊修养啊。才会行大运的。啊，那安尼，彭秀兰就是伊的某啦。哎，不过我看你江中林伊的岁数，甲爸你差不多呢。啊，那安尼，因阿公某唔都差真济岁啊。老吾家有官孙，卖讲伊。我看应该唔是兰兰无想要交了晴天啦，是因为伊已经为触礁啊变作红红啊，即嘛是总裁夫人啊，无想要甲过去有交叉。你这叫我卖讲。对啦，你讲要警察局报道，敢去啊？啊，有啦，我已经去过啦。哦，好啦，卖徛在遮看，行。食水果。江超强跟他大晴天两三回，迄个时阵。兰兰应该是甲客群做一下对啊，那有可能去识识江中的这种好样人呢？嗯，超强的心思一定有问题，我应该想办法查清楚。